发布一个自治契约，这个契约的名字叫做天然厕所。这个契约的话就是西装三事故，不要换伪装，不要被摄像头拍到，不要被发现。其实看看这个契约的名字和简介就知道，这个契约的话肯定是和水有关的了。我们直接带上万能三件套，默认地点开局。开局我们直接到左边把钓鱼的人踢下去就行。接着我们跑到第二个目标这边，用变傻子弹把海盗吸引走，不然的话他们会看到我们的非法行为。这个女目标的话勒晕丢到水里就行。第三个目标的话在洞里面，我们把它引出来，我们就不要让里面那个人看到就行。我保险的话可以去带个手提箱。Please don't leave any of your belongings unattended, sir. Man, thought I heard something. Checking it out, over.接着我们直接把目标击晕，往水里拖一下就行。这整个契约还是非常简单的，主要是我一开始的话是在 PS 服上制作的。其实我的制作想法就是那个安布罗斯岛嘛，它厕所非常少。感谢各位观看。